邀请刘芳云。嗨嗨，吃统一布丁啊、哦！哦，好搞笑，吃到想要吐，哦，要笑嘞！哦天哪，他可以这样吃，我没办法。吃完了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，完成了，我完成了。看到啊，我去用蒙几届就有几粒统一布丁，安尼知影意思啊？即马我要甲统一布丁全部食了，这是我的早餐，可是我老板即马食饭饱了，去洗一下身躯的，开始我的美食之旅啊 ！Let's go， 袂使浪费食物，对不对？贵哥王恒，怎么想到明仔方云就袂叫早顿给我吃啊？突然感觉是一种解脱啊！哈哈，开心。贵哥和王恒，我袂下去边，我袂配给他滚。已经完成第二颗了，要往第三颗迈进。再来要霸了啦不行，我觉得我要开直播跟大家聊天，整天在那吃布丁吃布丁，我要再给我一摆统一布丁，都别再浪费食物哦。今麦来翕无？今麦来翕无？我想讲一直吃统一布丁就无聊，想甲大家开讲。我已经不止吃四个啊，这样我一个都要对冰箱摕出来，全部吃了，足艰苦的，敢知？我都已经吃三个，我昨天已经吃两排。今天想说再把这两排吃完，不然昨天那太胀了。邀请刘芳云。嗨嗨，吃统一布丁啊！哦，好搞笑，吃到想要吐，哦，要笑嘞。哦天哪，他可以这样吃，我没办法。吃完了，哇！我看一下，我也蛮想吃的。总共十二个，一、二、三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，完成了，我完成了，给你一个好棒棒。跟你讲，我们都是用生命在拍片啊，来啊！ Yeah. 喜欢苏瑞德的朋友，记得分享、按赞、加订阅。我看不到我自己的脸，下面都是留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